今天我们来折一个纸飞机。每一个人小时候都玩过折纸，你不知道的是，折纸中其实隐藏了很多数学原理。孩子在折纸的过程中，不自觉地学会了什么是对称，什么是平行，什么是等分。千变万化的折纸造型会让孩子更主动地去探索这套折纸从易到难，每一个图案设计的都很好看，可以放心给孩子安排。